咱们友谊的竞争啊、哎。我们是都无所谓，但是沈腾心眼小，他爱较真。本周《王牌对王牌》第三季《王牌归来》，队长王源 VS 沈腾热烈开火。演员的诞生前六强演技大比拼，六小龄童携《西游记》主创班底大闹现场，回忆杀引得众人感动落泪，精彩不容错过。恶心，你不要，完蛋了！没有恶心两个字，完蛋了！你还有两天就要关门了，你不要把我的母亲锁上。嗯，是你再说一遍。门已经关了，请向下传递。完蛋。小队长王源也是圆梦变身俊美齐天大圣，王牌全新集结，赶快戳整天。刚庆祝了几个药，又想住了几个梦，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，嘿嘿，吃俺老孙一棒，杀你一个魂也丢了，神也发抖，鬼也哆嗦，打得那狼虫虎豹无处躲。每周五22点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。哥好。本周24小时第三季终于开播了，首期节目白敬亭就狂撒狗粮，与郑和惠子再组颜值夫妇。你之前合作过。你说你不骗我的，你我这么相信你。我告诉你，因为我的任务和你们没有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银跟书不是问题，兄弟的感情就到这儿画一条线，咱俩就是工作伙伴。另一边，余文乐则是直呼气死宝宝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戳整天了解吧。我们往前面一点，这边会打。还找镜头这个人？这必须得找。镜头在那边。小白，你快一点！气死宝宝了！小白呀、啊！生产者从背后攻击，好，走音了。本周铁甲雄心战火继续点燃，世界最强战队集结于此，只为夺得机器人格斗的至高荣誉。经过初赛的激烈对抗，最终24支战队杀出重围，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又会迎来怎样残酷的战争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一所参与制造过神舟卫星、玉兔月球车科技高校里边，制造一个格斗机器人算什么？我们战队的。而备受期待的哈工大学霸组合将对阵格斗机器人界的宗师级人物，不料刚开场就面临被对手打出史上最快 KO 的尴尬境地。想知道小伙子们能否背水一战、绝地求生？赶紧戳整天观看吧！第一脚弹翻了，第一脚弹翻了，哎呀，师弟，架上了，架上了，不能下来，不能架上了，他把这拿下来吗？他简直就要打破我们本次比赛已经出现过的最快的 KO 记录。